纵横今生逍遥，乘风踏起浪，剑锋无双，虽不斩红黄，风卷一抹残阳，马踏笛声响，仗剑行侠把名扬。他江河万水，黄沙路几杯，行走江湖剑不平，翻掌一雄惊雷，饮千杯不醉，取三江一水，不凡的故事就由我来捍卫。是俯首无背，有分清作对，大侠的傲意就是问心无愧，望苍穹破碎，燃烧我心中无畏。西风吹，我扬鞭策马，江苍月坠，小心！你还好吧，穆总监？没事。喝点水。这里是哪？不清楚。被追杀了大半日，这林中参差错落，也不知道是哪个方向。其他人呢？为什么我会被你？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？当时巨石一落，我被堵在谷外，便想另寻出路和大伙会合，而后恰好看见穆总奇你被抓了，然后就……谢谢。不必客气。挺会跑的呀。给我上，男的杀了，女的活抓。等一下。再过来我就杀了他。怎么办老大？少女可是吩咐了要我们抓活的。你这小子竟如此卑鄙。全部走开，不然我就动手了。冷静点，有话好说，把刀放下。都给我退后点。这位朋友，有事好商量，不要乱来。穆宗奇，怎么了？得罪了。吃娘贼，给我追！站住！臭小子，你惹怒我了！今天就是被责罚，我也要杀了你们！那个，放我下来吧，我已经没事了。给我上！
没事吧，吴总监？之前在齐南府见过你们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等着吧，很快教主就会收拾你们。这些人都服毒自尽了，是邪教。穆总监，你醒了、你刚刚突然昏了过去，我就带你过来休息了一下，先吃点东西吧。药给我，我帮你吧。谢谢。好了。我是不是应该和他聊点什么？你的降术都是哪里学来的？降术。你要是不方便说就算了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都是看此书所学。梦溪笔谈。此书乃宋朝孟熙老人所著，其中天文地理无所不包，共有九卷，这是其中一卷。倒也有趣。大人可以看看这书解闷，我去捡点柴火。是你，就你一个。这个是蚊香教的刀，给我看好了，再弄丢要你们好看。是是。陆青年，回教都。是。真空家乡，无生父母，拜见圣女。没想到这深山老林之中竟别有天敌，我之前偷偷扒了一套他们的衣服，或许可以趁机潜入进去看看。真空家乡，无生父母。没礼貌的家伙，这就进来了。这里还挺大的，先找找穆斯钦在哪里吧。哎，小子，你是黄龙堂的人？黄龙堂，是。我听说你们不少人折在锦衣卫手里了。
我也是侥幸逃得一命。如今黄龙堂主回归无声老母怀抱，黄龙堂看来也是要散了。之后兄弟你可以加入我们碧水堂。那到时候还请兄弟多加照顾了。好说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吴中生。吴中生。坏了。真空家乡无声父母拜见圣女。拜见圣女。嗯。你抬起头来。青宁圣女，让先生那边有事相商，要你快些过去。知道了。兄弟，你看你紧张的。圣女太有压迫感了。那是自然，我叫六位圣女，就青宁圣女武艺最高，也是最好看的一位。对对，这不刚刚还擒了一个锦衣卫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刚抓的那女锦衣卫来头可不小，父亲是个京官，听说准备用这个女人威胁他父亲，以作内应。啊，这么重要的人，那可得看紧了。这你不用担心，圣女将她关在自己房间，亲自看管。而且他还中了唐先生的化功散。多谢了兄弟。谢什么？没事，我先走一步，刚刚圣女找我有点事。我怎么没听到？哎，兄弟，你应该走这边。哦，好的兄弟。没有派人看守，不然怕是要费一些功夫。派人看守的话，你可就进不来了。胆子不小呢，审问。圣女大人认错人了。哼，喜欢装。现在羊入虎口，瓮中之鳖，你小子准备怎么死？没了那些机关术，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可赢不了我。而且这是我的地盘，我只需要大喊一声，你便是插翅也难逃。那要试试才知道了。你可以试试跑不跑得掉，但这位娇滴滴的锦衣卫总旗可跑不得。穆思清，你不惜潜入这教都，想来也是为了救他吧？刚刚和洛姑娘开玩笑呢。少给我嘻嘻哈哈，你这个阴险小人，我可被你害苦了。向来都是洛姑娘先动的手，我只是被迫防卫而已。哼，之前的事就算了，既然你不出意外的来了，那我们就得好好聊聊了。坐。不知道洛姑娘有何见教？不急，你先喝杯茶吧，喝完我们再聊聊我要你做的事情。和上次的茶味道一样，看来也是加了化功散。果然上次你就是在装傻。姓沈的，你为什么要当锦衣卫？想要升官发财。可你不像这种人。洛姑娘很了解我。那你觉得我像什么人？一个卑鄙无耻的人。洛姑娘对我的成见很深呢。哼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他怎么在这里？话说穆总其他没事吧？放心，让严宗还准备用他做人质呢，肯定是不会动他的。那就好。我讨厌那身锦衣卫服，
所以给他换了一身衣服。沈公子，你觉得他这身装扮如何？洛姑娘明眸善睐，挑的衣服自然是美艳动人，不愧是前秋月楼花魁。那你觉得我和这位穆总旗谁比较漂亮？两位都是仙子般的美人，沈某肉眼安能辨高低？虚伪！你觉得我不如她好看吗？快点说，谁好看？不聊这个，你又骗我过来，不会只是为了选美吧？我要你帮我去拿一个东西。斗牛兽符？没错，你很聪明，只要你帮我拿到，我就放了你们。既然你不惜以身犯险潜入我圣教教都，应该是很在乎这位锦衣卫总旗。当然在乎，他对我很重要。什么？哦，沈公子喜欢他？他是我的护身符。怎么，想靠他升官发财呀？他爹不过是个锦衣卫千世，四品官在京城什么都不是，你还不如来投靠我。你这口气倒是不小，你背后又是几品官呢？哼，少打听我的事。你和文香教不是一伙的呀？你早就知道了不是吗？不要在我面前装傻。为何要我去？因为藏斗牛兽符的地方机关重重，但是凭你的将术，这些应该难不倒你。好，沈公子答应的倒是干脆，但我信不过你，你坑我不是一两次了。相互信任是合作的基础，不然你要怎么办？随风去，越过山雨。